那就这一次很明显我还以为来到周年庆现场，然后这怎么回事？这一看就是懂夜店风，一定是 DC 台，DC 台都是这种键盘，一定有在走跳的才会有这种装备。对，那你觉得是谁？这应该是强强的吧？强哥，真的就是我。哇！耶！哇！好好介绍一下，其实哇，不得了，你不能让我们失望吗？我不得不说，我跟你说，我每次出去的时候，出去玩的时候，很多天我都玩那种啦，五天连续玩到五天的国外那种趴，哦，旁边的好几个人脸都花了，哇，我看都吓死了，只有我怎样？5天为止，后面还把得到男生跟我走，是不是？原因，因为我的妆完全不会融，我的妆而且完全不会糊，我觉得我很骄傲是我的眼妆。到底是什么成分那么？怎么这么可怕？哎，女生脱妆真的，男生会觉得蛮惊讶，很惊讶，而且有时候还挂眼屎，对，有的还挂眼屎，嘿嘿，在这里哇。那不行，那真的，我看都会觉得，我天老爷啊！而且你的都饱和度好高哦。对呀、啊，感觉都有毒的感觉。我们需要跟大家讲，先从底妆开始讲。那我们想到以前的小抠，对，哎，都是小抠身上，他没有这个眼影，他身上的颜色都是这些缤纷的，卡拉巴，卡拉巴。而且因为呢，其实呢，今年就是蛮流行，就是比较缤纷色系的妆，有吗？就这样紫色，这样。我跟小云同事有。他的世界都是紫色。我不要乱讲，像方宇还有带到一点今年的元素，他今年那个紫色其实是蛮流行的。他那是紫色，有点紫色，对，不是灰色，就是灰色，有点紫灰，是芋头色，芋头色是今年刚削完皮，刚削完皮的芋头。对，然后这盘是今年出的，它其实每一盘我都有。你看它今年出的都是比较紫的，比较偏紫色那种，有点像那种 Uniqlo 那种颜色，所以呢，它就其实涂在脸上很漂亮，像马卡龙哦。它是种独角兽那种感觉，然后呢，这边的话是我的所有东西，你的大开光，里面有点脏。这个是因为我只抓我的小部分出来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都是我的冰山一角而已哦。好，再跟大家介绍其他的东西。你刚刚说你的亮粉嘛，对不对？你的亮片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也是在国外非常有名的一个牌子，很毒哎，对，好重金属，对啊。但是他没有，它在国外是很厉害的牌子。这个东西是这样，它有滴管。你那是亮的，对不对？我的亮是先上在我的粉底之前，否则是我是粉底倒数第二步，这样合理，对，我这个倒数，这是倒数第二步。但你的脸真的蛮亮的。对，我的脸真的，它是我已经上过一层粉底了，还盖不住它那个亮光感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光泽感，古铜的光泽感。对，然后呢，给大家试一下，来，就是你，来，我给你试一下，这是什么好东西啊？有多好东西？到底是什么亮啊？强哥，你。你看你这怎么没感觉？这里涂，对不对？涂这里，哇，好东西可以试试看。你看，好像好像一滴这样沾上去啊，这么少啊？你看啊，不行，太多，这样浪费了，太浪费了。哇！你这个反金烤漆吧？这就是古铜，你看，你再把那个粉底一放上去，整个就会由里往外透出来。你帮我用。而且这个很贵，小姐。我说下一步要干嘛呢？下一步没有，下一步你要用粉底。对，我要给大家试一下，你这个是银的，然后这个还有一个粉色的，我这个是粉色，你们看，它比较适合这个颜色，这个粉的。方鱼比较适合。是，好来，我也是完妆之后，我会在颧骨这边打上亮粉。来，这个不一样了啊！来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好适合去电视购物台。对啊，我看到他是夜市叫卖。你看，哇，哇，你少数民族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要再要你，我想，因为我今天没有带刷具，因为我今天你们这个餐车太小了，我的刷具是乱百之百排出来的。对，我到时候可以帮你做一个，我到时候可以帮你做一个适合你的。常常我很少看到西梅姐在访问来宾的时候会后退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是什么样的东西？我唇膏都是那种亮色、金色系列，不能有毒哦。我的东西怎么会有毒？没有，没有，高级货物，它本
身有毒。看人常常有毒，像这个，像这个是，像这个它还是国外的一个牌子。你看我的我的唇膏都是这样金色，哦，是这种金色，好好好，好美哦。我跟你讲，小二姐，对，我擦爆它。这样，我帮你做是这个，这个它这个亮粉哦，是这嘴唇亮粉。嗯，嘴唇，我先帮，就是这个话可以，就是你在上完唇膏之后，你画一下，你到这。对，你上完唇膏之后，我等一下示范眼影的。好好好。对，这个上完唇膏，你的那些口红之后呢，你再涂一层这个透明的这一个，对，涂到上面。这个是全新的，这个很，这牌子也很贵哦。哦，这牌子里面还有送亮片，还送亮片。然后呢？对，然后呢？对，然后呢？再把它搭上那个亮片，然后放在嘴唇里面，放在嘴上。那前面那是妆前，就让它贴上去的。可以去拍杂志，哎，这高招哎，很适合去爬。哦，它有水润感，又可以把那个亮片，它可以粘在上面，粘在上面的。那可以吃提泡吗？你确定它不会掉吗？那可食用吗？它是胶水，会不会掉？上次胶水。去 party 很美，穿太多吗？啊，可以撑三天的，它可以撑好多天。但是你待会不能进食跟喝水，今天晚上这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其实我等一下要吃提旁可以吗？对啊，这个吃这么好都没问题啊！我跟你说，拉着杠这样吃下去都没问题。你说连壳要？对，你壳要脱掉，哦，壳要脱掉。对对对，啊，你就这样直接这样，这蒸好不这样吗？你拿下。吃掉就更没问题。我每次这样照，身上都不会留任何的口红印。是哦，我东西都绝对都是不会有任何的。是哦，为什么我们要去脱妆？强哥，强哥，强哥，东西不够，强哥，强哥，强哥，有没有什么适合班长的？看班长，你这个，对，我要跟大家讲一下，你，我先跟大家说，你的眼睛斑啊，太斑了啦。做一个设计，来一个设计，你在做装潢呢，是不是？我可以做设计啊，这边不用担心。哎，但是我觉得像它，你就适合这种灰色的口红。灰色，所以它为什么要灰色？为什么要灰色？我跟你说，男生我们要有那种气魄，所以你不用穿太粉。man 的，不用太粉了，太粉了。它本身太粉，本身太粉。来了，来帮你用一下。口水，这还是全新的。我现在紧张。等一下，我这个是，我这完全都不会，不会什么？他这样好像吃土哎，吃什么吃土？我第一次看的是这颜色中毒了，这个不行吗？强强，你确定？其实这个雷哈娜都有擦过这种颜色，其实蛮好看的。这种颜色其实雷哈娜他们都有擦过。对，颜色中时尚，黑色老妖哎，是说你好，其实你很时尚，非常时尚。怎么样？魏旭怎么会在这边碰到你？你是吃到坏掉的生蚝吗？吃到毒海鲜？我跟你讲，你这个颜色出去绝对是一等一的，很好看。配上你的胡渣颜色，真的吗？他的胡渣色，他的胡渣，有胡渣。灰灰的，为什么给他做这个唇色？而且你的牙齿变白了，变好白哦，变好白哦，好像整张脸都变白了。你如果这样子，去结账，没有人敢跟你收钱。可能身体有问题。我要回光返照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这个妆中人普度，我是很是的，万圣节，万圣节啦，对，万圣节真的好看。那我好好的让你来介绍你这些眼影，好不好？对，然后我的眼影，对，这些眼影都是因为它上面都有搭配一些亮。我想要看你画你自己，你先说一下，你看我有问题，因为我有观摩很多你的彩妆影片啊，然后我跟你讲，很多女生都想画那种亮亮的妆，可是我们都画不好，哎，都脏脏的。对，这个东西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下，你们要画那种妆哦，是要看每个人的眼皮状况。你像魏学这种眼皮状况，它其实就是会变成就是脏脏，因为他眼褶盖下来就没看到。那你眼皮过长，金美姐这种可以。我有割过，对，有割过。啊，你也这也是还 OK， 还有点有那种。其实这边最难画的眼皮是柳燕老师。老师，真的假的？你看他的眼皮，哎呦，真的耶！笑的那个，真的有哎，你还是有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很勉强啦。这要贴双眼皮，但没问题，我到时候可以帮你搞定。Ryan 老师，你以为我会 Q 到你 ？Ryan 老师不会，你不需要。他很紧张，你知道吗？一下吗？我跟你讲，我照我这种眼睛，我每个颜色，我在眼睛上面都画四个颜色。
每一次我化浓妆的时候，先画一个底色，底色一定是选淡色的。那你的主题是要去哪里？我好显色、哦。没有啊，我就是每天到处不同跑，一张都可以。他每天看到心情、啊。万用妆。哎、欸，很显色哎。对对，你看我一插上去就直接有颜色。哦，你先画眼窝是不是？一定，我跟你讲，先上眼窝。大家你们知道吗？画这种妆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眼窝都带到。有些人会觉得说啊，这样画太上去怎么办？我跟你讲，就成眼窝给它涂满就对了。然后呢，你看我就随便搭个颜色啦。看，把红色放在后面，尾巴后面，哇，再转，这样拉，这样再把它混一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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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面会比较深。那我再用个黑色的。哦，因为它晕的位置都很精准啦、啊，有没有？你看眼窝，我这边有黑色，粉红色，全部搭在一起。但是呢，你的黑色要记得不要超过粉红色。但是你站着画怎么可以那么稳呢、啊？因为我这是经过多年的训练。你有时候呢，我的妆大部分都撑到你啊。这里是要跟大家讲一下，你们要画眼影之前，你们是不是都没直接上了，都没有画任何的 primer 在前面？那、是错误的，就是眼影霜，你一定要前面要放一些眼影膏，打底会显色，像这种打底膏，或是这种打底膏，就是我刚刚你知道，等一下化妆给你们看，所以我刚刚眼睛是上有点白白的，有没有？对，你们一定要先上这些东西，打底膏放上去之后，然后再用一层那种蜜粉，不管如果人没有蜜粉的话，直接这种肤色的都可以，不要有珠光的，直接再盖上去，让底膏盖上那种像蜜粉的感觉，像我们粉底感觉。盖上去之后呢，再上眼影，你的颜色就会很显色，而且不会容易糊掉，也不会这种眼睛一张开的时候有粉卡在那个双眼皮折痕里面。对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好，然后呢，我现在的眼妆，我现在直接让大家看如何上亮粉。亮粉的上法呢，我们都是用手指腹，指腹去点比较好，就是放在前眼头这边。你当放眼头的，看到没有？是不是？不是中间，好亮，好亮，好亮！是感觉你放在中间哎，就是眼睛，你只能放眼头，看它空白这边有没有？近眼，前面，近眼头。哇，这也是好好看哦。对啊，很亮，很漂亮，是不是？好亮哦！哎呀，我跟你们说了，这些东西你们真的没看过的东西太多了。哎呦，长知识了，见识到了，好，是不是？来，生火团生不生火？一二三。